陈山想好好解释，却没办法正常沟通，委委屈屈的样子真是让人心疼。这节奏推得太快，陈山孙雷女主外男主内的婚姻模式遇到了危机，他们还能重新磨合做彼此的完美伴侣吗？真是让人有点期待后面的剧集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这段婚姻了？